好嘞，在这个影片呢，我要讨论的是《Gluckenbohr Archive Darwin 2021 Tinkerton Lemur》。然后我在那个卢米戈宾当那一边呢，他是写这个是 Johor 了。然后可是昨天我上网看呢，有一些老师又写他是 Barra 的，所以我到底可能很多州都用这一个，不过不要紧啦，我们就拿来做而已咯。OK，它有可能是 Johor，也有可能是那一个Barra 的这样，function g is represented by gx 等于 x 减 b，然后他说 image of 减三是21，所以在这一句里面呢，image of 减三等于减21的时候，就是 g of 减三是减21，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就是说它的那个 object 是这一个，所以 object 放进这一边里面，OK。然后 an object of 4是2，所以 object 这一个是2，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后面那一句就是 object of 4是2，所以 object 是2，然后它的 image 是4。image of 减3是减21，减21是 image，然后 object 是2。OK，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这两句我们可以找出两个 equation 出来。然后我们再通过这两个 equation 继续把它做下去，然后它的这一个x 放进这一边里面呢，就放进这一个里面 ax 减 b 嘛，所以它这一个就会变成的 a 乘减三减 b 等于减21，然后 a 乘二减 b 等于四，这一个是我 equation one，这个是我 equation two，然后我这个是 2a，这个是减 3b，然后我拿我的 equation two 来减我 equation one，2a 减3a，然后它变成5a，减 b 减减 b 就没有了，然后4减减21，我拿到的是25，所以通过这一边我就可以拿到我的 a 会是等于5，然后我 sub 我的 a 等于5 into 我的 equation 2里面，然后我就5乘2减 b 等于4，然后我把我的这一个 b 搬过来，这一个4搬过去，10减4 6，所以我的 b 等于6，所以在这一边 a 等于 5，b 等于6。所以我的 gx 呢会是等于那个 5x 减 6，OK，5x 减 6，所以 5x 减 6，5x 减6的话，我在这边我要 check 一下，就是说gx 等于 5x 减6的时候，我的 g of 减3会是等于5乘减3减6，然后减21，对了，然后我的 g of 2的情况之下，它会变成5乘2减6等于6是 OK，对了，好，来，所以我拿到我的 AB 了，然后 B 的部分呢，find the object map to itself，map to itself 的话呢，就是说 GX 等于 X，所以我的 5X 减6等于 X，所以我的 4X 等于6，所以我的这一个 X 呢会是等于3和2。然后在这一边我要检查的时候，我的三百二放进去，g of 三百二会是等于五乘三百二减六，哎，五乘三百二减六，OK，所以它就会变成15/2减12/2，然后它变成三百二，所以 g 三百二变回三百二，所以它是正确，所以它是 map onto itself。map onto itself 的意思呢，就是说当它放自己进去。出来的还是自己，这个就是 map onto itself。好，这一题的答案就是这样了。然后是五六三百二，来我们看它答案，那就是什么五六三百二，OK，好。好，来我们继续看第二题。Diagram to show the graph g(x) 等于 square root 四 x 减三，for 那个 x 在3/4到3之间，然后。graph hx 呢是 image of gx under the reflection gx 等于那个 x，gx 等于 x 呢，其实这一条是 y 等于 x 来的，然后它是 under the reflection 的时候呢，这样我知道我的 hx 其实是我的 g inverse x，OK，因为我们 g 跟 g inverse 之间的关系呢，就是 reflected 在那个y 等于 x 这条线上面，当然前提是这一个是一个 one to one 的那一个。function 来的啦，所以它在这一边，它要我们找 function of f(x)，然后 function of f(x) 的情况之下呢，就是
你刚刚的这一个你不懂这个关系的话，你这一题你就做不到了咯。像我现在懂了的话，这样就很简单了啊，我就找它的 G inverse 咯。So let G y 等于 x, then G inverse x 等于 y, OK。所以我的 g y 就会变成 square root 4 y 减3等于 x，然后4 y 减3等于 x square，然后4 y 等于 x square 加3，然后 y 等于 x square 加3 over 4，OK，然后所以我的这一个 g inverse x 会是等于 x square 加3 over 4，然后所以我的 h x 会是等于 x square 加3 over 4，OK，所以它的答案呢会是等于那个 x square 加3 over 是，好，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它要我们找它的那个 b 的部分，它要找 domain of hx。OK，so 我们知道呢，就是这样了，就是我的 domain of g 呢，会是等于我的 range of g inverse。我的 range of g 呢，会是等于我的 domain of 那一个 g inverse。所以我这一题呢，我其实应该找。我直接找它的那个什么 range of，所以这一个呢，它也等于 range of 那个gx。所以我们在这边我要找 range of gx 的时候，我在这一边我就找它的 range。So 我的那个 g of 0，它会变成 square root of，没有，这个是4/3，不是零，它是3/4，g of 3/4。所以它在这一边它是 g of 3/4。就是说这一边是3/4零的时候，它会变成 square root of 4×3/4减3，然后 square root of 零哦。然后过后呢，它在这边它是到3嘛，所以它到3的话，就 g of 3会是等于 square root of 那一个4×3减3，4×32减12减3九，然后它是 square root 九3，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它这一个是33咯，这一边是33，OK，所以它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哎，我这边我有弄错吗？所以它的这个的 domain 是这个的是，所以它这个的 domain 是零到三，哦，零到三，哎，y 等于 x，33应该是 y 等于 x 那边的，所以它的那个图画画错了。算了啦，在我的 domain of h 呢，它其实是那个我的 x 是在零跟三之间，OK，它是零跟三之间我可以在那个 Desmos 那边，它就有那个 square root 4x 减3啊，所以我们在这一边它有 square root 4x 减3，它是这样的，OK。然后过后呢，另外一个呢，它的就有 y 等于 x，就 y 等于 x 是这条线嘛。然后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加上一个，就是说我的这个是 x 是在4/3还是3/4啊？刚刚那个是3/4还是4/3？它是3/4，它是在这一边是3/4，然后 x，然后到那个3之间，OK，3/4跟3之间，所以它其实只是这一个部分。然后另外一个呢，它的这一边它就有 x square，然后刚刚这个是什么？x square 4，OK，x square 4，然后 x square 加3/4，这样，然后。我的这一个，它 domain 是零，x，然后到三之间，也是这样的，它的 graph 真正的 graph 应该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可以很肯定的一样东西呢，就是它的那个什么那个图，它的这一份练习，这份那个 trial 这份 graph 跟 bool 的 graph 画错了。哎，它真正的 graph 应该是这样啊，OK，这样才对啊。好，来，接着呢，在这一边它要找 GHP 和 2，GHP 和2这一题其实我不用做了，GHP 和2呢，我们知道 G 是什么，
我们知道 h 是什么 ？h 其实是 g inverse 嘛 ，p 本二，所以它直接变成 p 本二啊。因为我们知道那个 g inverse x 等于 x 嘛，这一个是一个 concept 的问题来的，就是说你 g inverse 嘛，这个是 gh 其实是 g inverse 嘛，所以你不用很辛苦的把它这样放进你刚刚找到不懂对还是错的那个 p 本二放进去，然后整理了，然后再放进 g 里边，然后再 square root 什么，然后最后拿到 p 本二，不用。答案就是 p 表2，OK，所以这一题的答案呢，它是 p 表2，零到三，所以就是这样，OK，好，然后只是我觉得这一边它的这个题目它的那个 graph 画错了，OK，就是这样，OK，好，来，我们继续做第三题，dense cup with which is consisted of six boys four girls sit around a campfire. Find the number of way to arrange them if There is no restriction，这一个是圆圈的，OK，就是说它是 campfire 圆圈的这一种，OK。然后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呢，它是十个人，所以它应该是什么10-1的 factorial 这样而已，然后它就会变成9 factorial。然后我们在这一边，我看一下它的答案，这边9，然后factorial，然后拿到的是36。2880，OK，所以我的这一题的答案会是等于那一个362880。来，我看一下它的答案是不是362880？对哦，哦，362880。好，来，接着呢，在这一边他说所有的男生要被分开，所以所有的男生要被分开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一边他有10个。他十个人，他怎样把所有的男生分开哦？他有 around range，OK，他要把那十个人分开的时候，你看这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样这十个人嘛，所以男的我就心里想，男的一二三四五，他 all the boys must be separated，做不到嘞。他怎样都会有男生坐在一起啊，sit around a campfire，OK，可是他这边的答案给的是什么？就5-1 factorial，然后再乘6 factorial，那个怎么会有5-1 factorial 的？哪里跑五来哦？All the boys must be separated. OK，四五减一 factorial，乘六 factorial，17280，就是all the boys must be separated。它是那个 all the girls must be separated，这样还可能吗？等下我心里想想。OK，好，来，在这一边呢，他的这一个，我们他没有讲，就完完全全，不要坐在一起的那种啊，他只是 all the boy must be separated，就是他有两个坐在一起也可以，就是不可以全部坐在一起，就是说在这一边，就是说他另一种讲法啦，就是什么那个we can 什么？we don't allow don't allow all boys sit together 了。啊，你这样来讲的话，还可以讲得出那个 schema 是在做什么东西咯。所以他在这一边的时候呢，你就心里想啊，我们平时那边我就拿所有的。在 B 的这一边，就是我拿那一个所有的 probability for all possible，也就是这一个，来减掉 possible for all boy，然后 sit together，全部坐一起，全部男的坐在一起。所以那个全部男的坐在一起的时候呢，我就心里想，一二三四五六，二四六，这六个男的要挤成一团，OK，
然后那四个女的，一二三四，它是四个这样来分。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这六个在一起的时候，我正常的话，它现在变成一二三四五个，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它是五个人，它的那个圆圈，我的这个圆圈其实是变成五个位置了，就是说它在这边一二三四五，我这一边这个合成一个，然后这边二三四五这五个来放这一边，所以这五个来放这一边的时候就五减一，factorial。然后五减一 factorial 是这些人坐的位置，好吧？然后接着的这一个里面，它这六个人里面可以分，然后再乘一个六 factorial，OK？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它就有这一个，就是什么 all boys together 就是五减一 factorial 乘六 factorial。所以在这一边，它的这一个五减一 factorial 乘六 factorial 就是六所有的 boy 坐一起的 case。所以它这一边它没有讲。完完全全分开到不可以有两个男的坐一起，他是这一个我要把它理解为所有男的不可以所有的男的坐一起，这样就可以解释到 schema 为什么是这一个了。所以五减一是四 factorial，然后再乘那个六 factorial，所以我拿到的是1280，所以在这一边这个等于17280。所以我的那个 B 的这一个呢，就会是等于我的362880减17280，OK，所以我刚刚呢这一个它是九 factorial 减掉这一个，所以它是那个345，OK，所以它答案是345600，OK，来我们看 schema 这边345600，好，就是这样。所以这样我就能够讲解它的 schema 是什么。如果你讲所有的男的不可以坐一起的话，这样没有办法做到，因为男生女生最少他都应该是什么六个男生五个女生，这样他还能够完全隔开那个男女，不然他没有办法做到。来第四题 B，他说 98% of the student attend co，然后A student choose a random, the probability that all the student chosen attend more than 0.66099, okay? The probability that all the student chosen, now find the value of n such that n is the total number of student in the class, okay? 然后什么？The probability that all the student chosen, okay? A group of student was choose at random, okay? 然后在这边这一个呢，就是 p 等于0.98，然后在这一边它是 probability x 等于 n，就是说我在这一边它是 x is binomial distributed with n，然后0.98，然后它在这一边 probability that 它抽 n 个，然后所有的都参加是大过这一个，就是说 probability for x 等于 n 会大过0.6099，所以我的这个 probability of n 大过0.6099的时候呢，它应该是怎样的呢？就是说我的那个什么probability of n 大过0.6099，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的这一个是px 等于 n，ncn。然后那个0.98 to the power n，然后再来0.02 power 那个零，n 减 n 是零嘛，然后它会大过0.6099，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这一个是一，这个也是一，OK，所、so, 以这两个都是一，OK，我们知道我在这边有五 c 五，它会变成一这样的东西，任何号码 c 自己都是一，任何号码 power 零都是一。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 n log 0.98大过 log 0.6099，所以我的这一个 n 会小过 log 0.6099除 log 0.98。这样的原因是因为我知道这一个东西是 negative value，我除下去的时候它会换方向。然后接着在这一边我就按计算机，我的这一个它是那个什么log 0.6099，然后它下面这一个是 log 0.98，然后我拿到的会是等于24点多，OK，
n 是这一个，所以我的这一个 n 会小过 OK 24.47，所以我的 n 等于24。好，来我们看一下答案是 n 等于24，对了 OK。然后接着 B 的部分，他说 Z 是那个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random continuous random normal distribution，OK，然后在这一边它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来的？它这一边它在讲这个是什么？他说 Z 是 normal distribution，Z。然后它是 z 是 continuous random variable，它是 normally distributed，它没有讲它是 standard normal distribution。OK，但是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它应该它要讲的其实是 standard 的，我觉得它不是 standard 的话，这一题我们做不到。所以这一个题目这一边我们也觉得它有。我也觉得他有一点点的问题了，OK，对，他应该是要用 standard 的，他没有用 standard 的情况之下他做不到，所以他在这一边这一个题目他应该是属于 standard 的，OK，大波浪 normal 的等下 standard，好，所以他是大波浪 normal BRY，他要 BRY 我们才可以做得到，没有 BRY 的话我们根本做不到这一题。所以它在这一边，它这一个 modulus z 小过等于 m，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它是这样啊，就是说它的这一个它是这样，然后它是小过 m 的 modulus 小过 m 的话呢，就是说它在 n 跟 m 之间，这一个就是它的这一个，OK，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一个呢。这一个它在这一边，我的，所以我的这一边它题目给的是这一个，OK，题目给的是这一个，所以就是说我的这一个是什么呢？这一个其实是一减掉两个 probability of z 小过等于 n 小过等于减 n 这个，OK，在这一个地方这个。这个地方呢，它其实是那一个，是这个东西来的，是这个东西来的，是属于这个东西来的，就是 z 小过等于减 m，是这一边，OK，所以它会是等于那一个八个 probability of z 小过等于减 m，所以我把这个搬过来的时候呢，我这一个就会变成 e 等于10个 probability of z 小过等于减 m，OK。所以我的 probability of z 小过等于减 m 呢，会是等于100%，OK，也就是0.1啊，OK，所以小过等于减 m，OK，所以这一边这一个，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它是 symmetry 的，所以我在这一边我找到这一个是0.1的时候，这一个也是0.1，所以题目要的是 probability of z 小过 m 的时候呢，小过 m 的话是在这一边。这一边是小过 m，OK，小过 m 的话，我们画出来小过 m 是这样的，这一边是 m，小过 m 是这一边，然后这边是0.1，一减0.1，所以它是0.9，OK，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题目要的是 m value of m 的话呢，我们就有小大，OK，没有啦，在这一边它就是0.1啊，OK，我们在这一边它是大过0.1。是，它大过 m 是0.1，然后我们在这边我们要找0.1哦，0.1003是这一个，OK，so 0.1003，然后减掉二减掉三都可以，随便一个都可以，所以它是1.281，1.281，1.282，1.282。二都可以，OK，好，这一个的答案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这一边，它这一个是0.9，对，0.9，那一减这一个，这样，然后这一个是1.281或1.282都可以，好，就是这样，
可是前提是建立在它是 standard normal distribution， OK， PNY， 不然我们做不到， OK。好，来，接着我们看第五题 ，diagram 五 show the semicircle 半圆，然后 center 是 O， 它是一个 right angle triangle ADE。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他说 ED 是10，然后它的 radius 是6，所以在这一边这一个是6，然后这一边也是6，然后这一个整个合上来是12，OK。然后接着呢，他在这一边他要我们找什么东西？他要我们找EAD 是这一边，这个我给他 data。还要我们找出 data in radian， so data 的情况之下，我们在这一边它是一个直角三角形，这一个是一个直角三角形，这样的一个直角三角形，这一边这一个是一个直角三角形，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们这一个是opposite，然后这个是 adjacent，对咯，所以我的 tangent data 等于5 over a 10 over 12。所以我的 data 呢会是等于 arctangent，然后这一个是10 per 12，然后我拿到的答案呢就会变成了这个39.8，OK，所以这个是我的 data，然后我要把它换成那个 radian 的时候呢，我就除180度，然后再乘3.142，OK，题目有讲派用3.142吗？没有，这样我当做是3.142啦，这样。OK，所以它这一个呢就会变成了这一个，所以我的那一个角 EAD 会是等于0.6948 Ray， OK，所以它答案是0.6948 Ray， OK，对了，好，来，接着在这一边它的 B 它要找的是 arc CD。我要找 arcCD 的时候，我要懂这个角度是多少线，然后这个是国旗，所以在这一边这一个是两倍 of data，OK，所以我的那一个B 的部分呢，我的角 COD 呢会是等于那一个两倍 of 这一个，所以我这边二乘这一个，然后我拿到的是这一个号码，所以它是什么？二乘0.6948。Ray，所以它会变成1.3，8.96 Ray，OK，不要进位啊，因为我们刚刚那边是八了，286就没有得进了。所以我的 CD 的话，S 等于 R 的大嘛，我们这一边呢就有 S 等于 R 的大，所以我的 CD 的会是等于我们的 S 等于 R 的大，R 是六，然后1.3896。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六乘1.3896，所以我拿到的会是等于这一个8.3376，所以它答案是8.3376，所以它这一个的答案是8.3376，OK，所以这一个是它的 V 的部分，8.3376，所以它是8.3376。然后接着 C 的这一个部分呢，它要的是什么东西？C 的部分是 area of the shaded region。Area of the shaded region 的话呢，哇，Area of the shaded region 有难度哦。Area of the shaded region 的话呢，我们就找出三角形，减掉这一个 COD，再减掉这一个三角形。OK，这边是六，这个也是六，然后这边我可以找到它的角度。OK，然后你看啊，我们刚刚的这个角度是39.8度。39.8亿度乘二，然后用180来减，然后我拿到的是这一个100.38，OK，这一个是100.38，这一边这一个部分，这一个部分是100.38度，这一边，OK，所以120 ABC，然后。我的那个 area of 三角形，area of 三角形 ADE 是二分之一乘底层高，所以它是二分之一乘12乘10，OK，然后它会变成60。然后我的 area of 那个 OCD 的话呢，是120 R square 的大，120，
然后我的 area 是120 r square 的吧，这样的一种东西，然后它就126 square，然后它的 data 是1.3896，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就有那个120，然后乘6 square，然后再乘1.3896，所以我拿到的答案会是等于这一个25.0128，OK，25.0128。25.0128，OK，25.0128，然后我的那个 area of 三角形 OAC 的话呢，是120 ABC，126，然后 sin theta 是100.38，OK，所以我在这一边它就120 AB 126 square 咯，然后就 sin 100.38。OK，然后我拿到的就会是等于17.71，OK，17.71啦，这样，17.7054，所以我的 area of shaded region 会是60减25.0128，然后再减17.7054，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60减25.0128，再减17.7054，OK，所以他拿到的是17.2818，OK，17.2818，所以他答案会是等于17.2818，然后 cm square，OK，所以这一个的答案是17.28，17.28，然后刚刚的是8.3376，8.3376。嗯，对了，6948，对，好，可以，所以第五题是的。好，接着我们看第六题啊，Diagram 6A show the front view of the door，然后什么 BAC 是 y 等于9减 x square 6，然后 A is the highest point of DE，find the surface area of the door。OK，在这一边的话呢，这样。这一个是九，对，它的 maximum 是九，然后这一个是8.5，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它这一个你把它想象一下，九减 x square 6，九减 x square 6是怎样的一个东西？它在这一边，九减 x square，然后 per 6是这样的一个 graph，九减 x square 6，然后它的那一个 y 等于8.5。OK，y 等于8.5是在这一边，是这一个 y 等于8.5，1.732，这两个地方1.732，OK，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和那个1.732，好，在这一边他要我们找他的那个 area of the 这一题其实是要做 integration，就是说你把它想象成它的那个 graph 呢是这样的一个 graph，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它这个是九。然后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它这一个是，这一边是8.5，OK，然后所以它要的是这一边，然后它就从这一边到这一边这样，OK，so 我就九减 x square per 六等于8.5，然后0.5等于 x square per 六，然后这一个就3等于 x square，所以我的 x 会是等于加减 square root 3，所以我在这一边我有这一个 square root 3的话呢，我拿到的是1.732。哦，在这一边它的1.732跟 -1.732 是这样来的，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它是那个1.732跟 -1.732，然后可是我要找这个 area 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它的那个 surface area of the door 的时候呢，它其实是两个零到 square root 3 OK，of 这个 graph 九减 x square 6 dx。OK，所以它是2个9x 减 x power 3除318，然后0到 square 3，所以它这一边呢就会变成了那个2个9 square 3减 square 3 power 3 per 18，然后减0，这样OK，放零进去是零嘛，这样。为什么我刚刚不要放 negative square 3到 square 3的原因是因为我这边难处理。我直接从零到 square 3，这样我就比较容易处理了。
OK，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它就是2括弧9 square root 3，然后再减这一个是square root 3的 power 3 per 18，然后我拿到的会是这样，OK，所以我就直接拿到答案哦，那答案就会是等于30.5。30.60 哦，30.60啊，60，它没有 unit 哎，它这边它有告诉我 unit 嘛，所以我就直接放 unit square 了，OK，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答案是不是30.60，对，它的确是30.60，然后在这一边其实我也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就是说 integration 9减 alpha x square per 6从这一个减 square root 3到那一个 square root 3的话，我拿到的会是这样，一样嘛？OK，所以它有两种做法，我自己选择是这样的一个做法。schema 这一边它这一个 from negative square root 3到 square root 3。OK，我自己本身不是这样做了，但是我拿到的答案是一样的啦，所以第六题 A 是的。来，我们看第六题 B，然后 diagram 6B show a graph of curve y 等于 gx，然后and a straight line y 等于 fx，然后它告诉我零到 h gx 是6，所以这一个部分是6，这一边的 area 是6，这一个，OK，然后这一边是 h，然后这一边是 m，OK，然后 on the diagram below show the region of 零到 h g x dx，零到 h g x dx 这个是 curve 嘛，是这一边咯，所以是这个地方啊。OK，是啊，来我们看一下 schema 这一边，那它的确是在这一边啦。对了，好，然后 b，find the area in term of m of the region bounded by y 等于 gx，y 等于 gx。然后 y 等于 fx，for the region bounded by y axis，y 等于 gx，然后 y 等于 fx，所以它要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它要的地方是这一个，这一边，这一个，它 y axis 是这一条，fx 是这一条，然后 gx 是这一条，OK。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找到，就是说我要的是这一个地方，OK，我要的是这一个地方，然后这一个地方里面呢，我的这个trapezium 整个是一个 trapezium，然后在这个 trapezium 里面呢，这一边这一个是 h，然后这一边是 m，这一边是 2m。所以我的那个 area of trapezium 的话呢，是二分之一上加下乘高，m 加 2m，然后再乘以 h，所以它这一个呢就会变成了 3mh per 2，OK，3m 乘 h，3mh per 2，OK，然后刚刚这边是6，所以它是 trapezium 减掉这个6咯，所以 B 的部分呢，它的 area 呢就会是它要的是 area 哦。它要的是 area，area，所以它就是 3mh per 2减6，这就是我的答案了。So 它的答案就会变成了那一个啊，减6，6mh，怎么是 6mh 了？二分之一 3mh 减6啊，二分之一乘 3mh 减6，然后它在这一边哦，它要的是没有 h 的哦，在这一边，in term of m 哦，它没有 h 哦。所以它没有 h 的话，我在这一边我放这一个东西进去里面，它这一条是，这个是八，这边是八，然后这一边是，我的 gradient 我在这一边我用，八，这个是向前走八，向上走零，所以它是那一个 gradient 的部分，我用那个 gradient 的部分在这一边。0减 2m 除那个8减0，
会是等于我的 m 减2m 除那一个 h 减0， 然后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它就变成减2m per bar 等于减m per h， 然后我要 h 的话呢，会是等于减m per 减2m 乘 bar， 然后我拿到的是 h 等于4。所以它这一个就会变成3m 乘4/2减6，然后我在这边越2，所以它就会变成了6m 减6，所以它 area 是6m 减6，所以它答案是6m 减6。OK，就是这样。OK，在这一边的时候，它这一个它是用减 2m per bar 那个 y intercept over x intercept 等于 gradient m 减0 h 减8，m 减0 h 减8。OK。可以，好，接着我们看第七题，它要我们 write in the form of intercept form. So express the find function in the intercept form. intercept form 这一个是y 等于 mx 加 c 吧，所以这个是 y 等于这个把它乘进去，减 2x 减1/2，这边乘过来减1/2，OK，减2不是减1/2，减49/8，OK，然后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它这一个是 -1/2，然后再减49/8的话呢，我拿到的是减53/8，减53/8，减53/8。然后等于 y 加 2x，然后它就会变成 y per 减53/8加 x 2x per 减53/8等于1，所以 y per negative 53/8是吧？OK 加 x per 这一个踢下去减53/16。等于一，我把我的这个一踢去它分母那边，因为如果我分母踢上去是这样嘛，然后它踢回来踢它下面呢，所以我的这一个 intercept form 应该是这样，第七题哪里跑 square 来了？这一题呢，我的答案，intercept form for 那个 linear 是这样，它现在的答案是这样，有 square 的话呢，这样代表它题目这边出错了，它题目这边应该是有一个二的存在，它题目有那个二的存在的话，它就是 quadratic equation，然后 quadratic equation 的 intercept form 的话呢，那又是另一种故事了，它就应该是这样，在这一边这一个。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了那一个减二，然后 x square 加x per 二加1/16减49/8，然后它就会变成减二，然后减二 x square 前平方后平方前后两倍在中央，就二乘1/4 x per 二。OK，然后我再把我的这一个乘进去。OK，你不懂这一个怎样来这一个的话，你就慢慢自己去乘它了。OK，就是说它在这一边，它就变成 x 加1/4，然后乘 x 加1/4，然后它就变成下面这一个。可是我省略掉它的步骤了，然后减 x 减1/8减49/8，所以它会变成减 2xy 减 x 减50/8。然后我这边有50/8的话呢，它是25/4，OK，减25/4，减25/4，OK，so 在这一边我把减二抽出来，它就变成 x square 减 x 的二，不要啦，我在这一边我觉得我要开挂胡，我要开挂胡有分数，我又开不到挂胡，所以除非我玩透啊，
但是在这边我看一下这个答案，它是减二 x 2 减6加6哦，减6加6。等下我刚刚这边减减这边应该是这样，OK，我做错了，所以它在这一边它是48，48/8，68/48减6，哦，OK，好，减二抽出来，没有它减抽出来，减抽出来。然后 2x2 加 x 加6，然后再来这一边开括弧 x2x，然后236加减，所以它是减 x 加二，2x 减三减 x 加二，2x 减三，嗯，对，它的答案跟我的答案是一样的，只是它还有把二抽出来，我自己本身是觉得不用把二抽出来了，我觉得我的答案留到这一边就可以了，然后。在这一边 B 的这个部分，他说 quadratic equation 是这一个，a 是减 1b 是 4c 是12，然后 generalization on the shape of graph when the value of a change to 8，减8的话，所以你在这一边你就心里想啊，它这一个是减的话呢是库联，然后当它的这一个变成减8的时候，a 等于减1的时候，它是这样。a 等于减八的时候呢，它就会变成很密的那一种，OK，很密的那一种，它会变窄，OK，so 它的这一个的这一边，它的这个答案是 the Lebesgue graph semakin berkurang，OK，它就会变窄，OK，它会变窄，OK，英文讲解啊，the Lebesgue，OK。The Lebesgue graph semakin berkurang. Ah, saya mai mana? Okay. If the graph moves 5 unit upward, determine the maximum point. Okay. 好，在这一边它的这一个的 maximum，它的这个 maximum 的话呢，我们在这一边它的这一个，除非我做 computing the square 哦，但是如果我用 model max 的方法来做三分罢了嘛，它这边1分了，这边2分。很容易的，你找到了 maximum point 就可以拿到了的。它是期待我们做 computing 的 square，然后我就不做 computing 的 square，我用 model max 的方法来做，OK，看它会不会气死掉。So 我的 x 等于减 b per 2a，然后它会变成减4 per 2减 1，然后它会变成 x 等于那个2，所以 x 等于2的时候呢，我的 f2 呢会是等于。那一个减二 square 加四乘二加12，所以减四，然后加八就四，然后它就16，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它一开始的时候它这一个它会是，这一个其实它的 f(x) 呢会是减，然后 x 减二 square 加16，这样，OK，OK。你可以，你不信的话，你可以去 Desmos 那边看，减 x 2加4，减 x 2加4加12，减 x 2加4加12，然后减 x 2加 4x 加12，这样，OK，然后在这一边我拿到的是这一个216，你看它这一个是216，对呀、啊，然后这边我刚刚的是减 x 减2。然后 power square，然后加16，然后这个减其实是在这一边的，啊，是同一个东西来的，看到吗？重叠了，OK，然后它在这一边，OK，然后题目说如果它加15的话会怎样？它加15的话，这样它就变成那个 maximum point 加15罢了啦，16加5就直接加5而已啦。所以我们这个没有什么东西了，这个其实就直接加五而已。所以它这个是5 unit upward determine the maximum point。所以它的那个 maximum point，它现在是那个26，然后我 move up 5 unit 的时候呢，它的 maximum 呢就会变成21。OK，就我的这一个16加5，那是等于21。就是说，我在我的这个 graph 这一边，我直接再加五，就是向上移五吧。所以我在这边，我再加五，向上移五，所以它来到这一边的时候，它这个就会变成这个了。
21哦，所以是21，所以它的这个的答案就会变成221，OK，所以它的这个的答案是221，这样，OK，221，来我们看一下它提供的答案是什么，221，对的，OK，所以它这一种是问 concept 的题目来的。来，接着我们看第八题，然后 two point have coordinate e 跟 f，c 是这一个，是 perpendicular bisector of e f，然后 find the value of t，所以它是在它的 perpendicular bisector 咯，所以首先我先找 e f 的 perpendicular bisector 先，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先找那一个 perpendicular bisector，所以 perpendicular bisector 的话呢，就我的 gradient of e f 会是等于那一个六减四除八减二，六减四二，八减二又六，所以它是1/3，所以我的 gradient of perpendicular 呢会是等于减三，因为它乘上来会是等于减一嘛。OK，因为我的 gradient 一乘 gradient 二会是等于减一，当它 perpendicular 的时候，然后 bisector 的时候呢，它的 midpoint 呢会是等于那一个二加八除二。四加六除二，十除二十除二，它就55，它 midpoint 是55啊，所以它的那个是 y 减五等于减三，然后 x 减五，然后它会变成减三 x 加15加五，所以 y 等于减三 x 加20，然后它经过的是 c 是 2t，所以我在这一边 c 是 2t，x 等于2的时候 y 等于 t，所以减三乘2加20，14。所以我的 t 会是等于14，OK，好，所以它的 t 是14，对的，OK，来，接着 B 的部分，a point r move 的话，我就给它 xy，PQ such that the distance of PR，so distance of PR is half the distance of QR，所以我的 2PR 会是等于 QR，这样会比较容易，所以我的2 of PR 呢是 2x 减 e 的 square 加 y 减零的 square 的 square root，QR 的话呢是 x 减二的 square 加 y 加三的 square，所以我在这一边它就会变成四，为什么会是四呢？因为我左边 square 它，右边又在 square 它，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它是 x square 减二 x 加一，然后再加 y square，然后等于 x square。减 4x 加4加 y square 加 6y 加 9，所以它会变成 4x square 减 8x 加4加 4y square 减 x square 加 4x 减4减 y square 减 6y 减9等于零。就是说我把我这一些全部，OK，我把我这一些全部搬过去。加搬过去变减，减搬过去变加，减 x square 加 4x 减4减 y square 减减减的，所以我在这边 4x square 减 x square 就 3x square，好，减8加4减 4x，4y square 减 y square 3y square 减 6y，4减4就没有了哦，然后减9等于零，所以它答案会是3。减四三减六减九，三减四三减六减九，对，OK，好，这样我的这一个这一题很容易啊，这一题是 locus 的题目来的，OK，好，来我们看第九题，那在这一边他说 the length of vector k 是五 unit，direction is opposite with vector e 减二。Find vector k，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它是 opposite，所以我的 k 呢会是等于 negative of lambda，然后 e 减二，OK，然后它是 lambda 乘减一二啊，OK，然后它其实也就是 negative lambda，然后还有一个是 lambda。然后他告诉我他的那个 length 会是等于五 unit 的话呢，这样就是说它的那个 modulus 会是等于，就是 modulus of k 会是等于五啊，
所以就是 negative lambda 的 square 加二 lambda 的 square 的 square root 会是等于五，所以我这一边我就有那个lambda square 加四 lambda square 的 square root 等于五，然后五 lambda square 等于25，然后 lambda square 等于五，然后 lambda 等于加减 square root 五，OK，但是我们拿 GR 的啦，所以我的 K 呢？就我拿那个 lambda 等于 square root 五啊，然后它就会变成square root 五乘以减一二，所以它的 k 是减 square root 五，然后二 square root 五，这样，OK，等下，OK，so 它的这个 k 的答案跟我的答案是一样啊，OK。它是 m，它用 m instead of lambda，它用 m 减一二，因为导反方向嘛，所以它就用减一二咯，这样，OK，所以呢，这个是这样，OK，减 square 五 i 加二 square 五 j，OK，两个都可以。好，来我们看第九题，Shift x left port o when the c was com，然后它的 com。就是它是灯浪嘛，是吧？OK，所以这个是 velocity for 那个船呐、啊，然后 y 的 velocity 是这一个，然后 position of p 是这一边，然后 t 小时后，然后它是 t 乘以这一个，OK，然后它要找它的那个它的 position，它要找它的 position 出来。所以他要找他 position 的话呢，就是说他一开始原本是在25、10这边，所以他的那个 position 呢，会是等于一开始是25、10加 t 68，所以它就会变成25加 6t，然后10加 8t 这样，所以它的这一个是25加 6t i。加十加八 t j 这样，OK，所以它这一个是25减，哎，它现在叫的是这个是 position of，find the position vector after t hour 的 position vector of the ship 是这一个 position vector of y at the same time。So y 是减四加四 y，所以这一个是 position of x，然后可是 position of x 它给的这个是错的，position of p，position o 是00嘛，哦，这样的话这样就不应该有刚刚这一些东西了，所以我的 position of 那一个 x 的话就直接是这一个了，OK。像那个 position of y 的时候，哎呦，so position of y 的时候，我再讲 position of y 的时候，它的这一个 vy 呢，会是等于它一开始是25十加 t 乘减四四，所以它就会变成25减四 t，十减十加四 t。所以它是什么？25减 4t i 加10加 4t j，OK，25减 4t i，25减 4t i，然后10加 4t j，这样。然后x 跟 y 相撞，x 跟 y 相撞就是这个等于这个咯。所以这个等于这个的时候呢，它这一个是什么？6t 8t。等于25减 4t，然后那个10加 4t，所以我的 6t 等于25减 4t，10t 等于25，然后 t 等于那个25个10就2.5啊，然后或者是我在这边 8t 等于10加 4t，所以 6t 等于10，8t 等于。十加四七，这边十七嘛，OK，
这一边是8t，8t 等于10加 4t，8t 等于10加 4t，然后8减4应该是 4t，4t，所以 4t 等于这个 t 等于10/4等于5/2，也等于2.5。OK，所以它的答案是2.5小时。OK，so 这一题它答案是2.5小时，对啊。两个 solve 出来都是2.5，如果它的一个是2.5，另外一个是3啊、4啊不同的情况之下，就是代表它们不会相撞。OK，就是这样。vector 好，接着我们看第10题，在这一边这一题是 log 的题目。OK，这个是 log square root 2，哇，log square root 2，log square root 2的话，这样这一个我把它全部换成 log square root 2。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它是什么？log square root 2，然后 x square 减4 over log square root 2，然后加 e，然后等于这一个 log square root 2，然后2减 x，然后在这一边我们知道这一个 log square root 2会是等于 log square root 2 square root 2的 square。然后它就变成二 log square root 二 square root 二等于二乘一等于二，所以在这一边这一个是二来的，所以我全部一起乘二，乘二，所以它这一边就有 log square root 二 x square 减4加二等于二 log square root 二减 x，然后二。二的话呢，我在后面这一边加一个 log square root 二 square root 二，这样，所以它就会变成 x square 减4，然后 square root 二的 square，然后这一边是 log square root 二，等于 log square root 二，然后二减 x 的 square。OK，所以在这一边它就会变成这一个是二 x square 减4等于。那个二减 x 的 square，然后二 x square 和 x square 减8等于四减四 x 加 x square，然后搬过来 x square 加四 x 减12等于零，然后开括弧等于零 x 262加减，然后 x 等于二，然后 x 等于减6，so x 等于二 x 等于减六，我可以放。二进去嘛，二减二零，log 零有 log 零这样的东西吗？log 零，log 零 max error，OK，二不可以。然后这边二 square 二四四减是这个也是不可以。然后如果我放的是那个减六，减六 square 就36减四32，OK，减六可以。你看啊，在这一边的时候它是减六的时候。它就在这一边，它这一个是在这一边，它这一个是 log 二，然后二，然后这一边是减六的 square 减四，然后加一，它变成六，OK。然后它的另外一 side 的那一边这一个呢？它是这一边它下面是 square root 二，然后二，然后上面这一边是二减六，二减减六，二减减六，看到吗？所以它左边等于右边，然后这一个 rejected，OK。因为你放二进去的时候，它这边是零，OK，log square root 2，log square root 2，然后二减二，does not exist，这样，OK，所以它答案是减六。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答案是减六，OK，它的那个二它 rejected，它的 schema 这边没有写。好，B 在这一边，它的 area of a rectangle 是这样。length 是这样，它要找它的 width，所以你就心里想，我有一个长方形，然后它的 area 是这一个，
这一个是它的 length， 那个 width， 所以我的长乘宽就是说我的这一个2加 square root 3乘它的那个width 会是等于3加 square root 3，所以我的 width 呢会是3加 square root 3除2加 square root 3，然后我乘它的那个 conjugate 2减 square root 3，然后2减 square root 3分母的 conjugate，OK，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了326减3 square root 3加2 square root 3减3 over 2 square 减 3，OK。然后，因为它是 a 加 b a 减 b 变 a square 减 b square 嘛，OK，2 square 减 square 3的 square 啦，这样，所以它6减3 3减 square 3，然后4减3就1，所以它答案是3减 square 3，3减 square 3unit 还是 cm，3减 square 3 cm，所以它答案是3减 square 3 cm，对了。好，来我们看第11题，它告诉我 tangent A 和2是这一个东西，叫我们不用计算机 find the value of tangent 30，所以在这一边我就可以知道我的 A 和2等于30度，所以我的 A 会是等于60度，所以我的 tangent 60度和2等于1减 sin 60和 cos 60，然后60的话呢，我们就有一个等腰三角形，正面三角形，三边都一样。然后二，然后我再跟它分一半，在这一边这一个，然后它在这一边这样，这一个是一，然后这一个是60度，然后我在这一边它这个是 square root 3，所以我的这一个一减 sin 60，sin 60的话呢，我们知道 sin 60 so opposite hypotenuse square root 3和2，然后一减 square root 3和2。然后 cos 60的情况之下，car 是 a 和 h 是1和2，所以是 over 1和2，所以它会变成2减 square 3。OK，就我在上面这一边，整个我上面整个乘2，然后下面整个也乘2，变成1，然后2减 square 3。OK，所以它的答案是2减 square 3。来，我们看一下它答案是2减 square 3。对了，好。B 的部分呢，它这一个是 tangent A 和2等于 cos A，so 就是说我的那一个一减 sin A over cos A 等于 cos A 哦，所以我的一减 sin A 等于 cos square A，然后 cos square 是一减 sin square A，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可以把它搬过去这一边，这个搬过来。然后这一个是一减 sin a，OK，所以我的这一个它就会变成了 sin square a 减 sin a，然后一减一就零了，然后我就有 sin a，然后除出来，然后 sin a 减一等于零，所以我的 sin a 等于零的时候，sin 的 graph 是这样，OK，所以我的 a 呢会是等于零度。然后180度跟360度，然后我的 sin a 减一等于零的时候，我的 sin a 会是等于一，然后所以我的 a 会是等于90度，题目是零到360度哦，所以我的 a 呢是零度、90度、180度跟360度。来我们看一下这一个零、90、180、360。然后他讲在这边，minta maaf soalan ini ada kesilapan, ganti balik jawaban tidak memenuhi persamaan. So 我们不要在这一边，你看啊，tangent A 和2，来我的这一个，我用 desmos 在这一边，它就那个 tangent，然后 x 和 2，OK，这一个是我第一个啦，tangent A 和 2，tangent x 和 2。然后过后呢是减 sin x，然后整个东西没有这个除 cos x，然后这一边是减 sin x，一减 sin x over cos x，tangent x 和2，
跟这一个都不同的东西呀、你看啊，在这边1.3x per cos x，在这边这一个，这边这一个我的 tangent x 是这样，然后这一个是这样的，完全两个不同的东西呀、所以它的 equation 一来就给错了。所以这一题的 equation 给错了，OK，这样非常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它的 equation 给错了，所以我们拿出来的答案，你放回进去肯定拿不到对的答案了啦，所以它的这一题又说错了，OK，一减 sin x 和 x，然后 tangent x 和 2，tangent x 和2，一减 sin x 和 x，OK，tangent x 和 2。tangent x 和一减 sin x 和 cos x，一减 sin x 和 cos x，这边一减 sin x 和 cos x，错了。其实它的 formula 呢，这边弄错了，它应该是一减 cos x，OK，一减 cos x，然后 over sin x，这样才对，所以它是一减 cos x over sin x。OK，所以它的这一个 formula 呢，这一边它就给错 formula 了，它这一个应该是formula 错了，它应该是一减 cos x 一减 cos a over sin a。好来，在这一边它这一个 2p square，然后它这一边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是在加 3p square。加 3p square，所以它这一题呢，它其实是那个 arithmetic progression a 等于 2p square，然后它的 difference 是 3p square，然后它现在的 tn 是92p square，所以我就有 a 加 n 减 1d，n 减 1 3p square，然后等于 92p square，所以 n 减1乘 3p square 会是等于 90p square。n 减1会是等于 90p square per 3p square，然后它会变成30，所以 n 等于31，OK，所以它答案是31，OK，好，我们就直接2加 n 减1就30，然后再乘以 d 是3，然后92，对呀、所以这样是正确的咯，OK，好，来 B，他说 the nine terms，OK。然后在这一边，我们看一下这一题，你好，等下，第九个 term of AP 就 T9 是这样，sum of the S19 是这一个，然后他要找 S 五个 terms after 19，所以他就是 S 就19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 S 二四，OK，S 二四减 S 九啊，这样 OK 好，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T9 等于36，所以 A 加 8D 等于36，这个是我 equation one，然后我的 S19 等于760，19和2，然后2A 加18D 等于760，这一边。然后我的 2a 加 18d 等于我的这一个760乘2除19，然后拿到的是80。OK，在这一边这一个，那760乘2除19啊，就我把这个乘上去除下来，然后这边是80，然后我全部一起除2，a 加 9d 等于40，这个是我 equation one。所以我拿我的 equation two 来减 equation one a 减 a 没有9d 减 dd，然后 d 等于四，然后我的 a 加8乘4等于36，8是32，a 又等于四，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的 s 24会是24和2，然后2a 加234，所以我在这一边它就24和2，然后2。乘 a 加23乘4，所以我拿到的是1200，所以它这一个等于1200。
然后我的那个sum of five terms after 79会是等于1200减掉760，so 1200减760，所以我拿到的是4400，所以这一边它的答案是4400，OK。哦，我们看一下它 schema 是440啊，我刚刚这一边我不小心写多了一个零下去，所以它是440，对，然后还有31，好，就是这样。好，来我们继续看第13题，在这边，它有40个 spherical marbles，然后 spherical marbles 的话呢，它是一个球体，然后它有40粒球体这样的40粒。然后乘40，然后它的 radius 是 x，so 它在这边，它的 radius 等于 x，so 它的 radius 等于 x，然后60个 spherical marble，然后它的 radius 等于y，OK，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它这一个是乘60，然后它的那个60y。然后 x 加 y 等于15，find the value of x 加 y，然后它的 volume of the marble is maximum，所以我的 x 加 y 等于15是连贯的，所以我在这一边我的 y 等于15减 x，然后我的 volume of 那个 x 的话呢，volume for 第一桶它是属于那个派 r 四分三派 r cube 四分三派 x cube，然后我的 volume 的第二个是四分三派 y cube，然后我的 total volume 呢是40个四分三派 x cube，再加60个四分三，然后派 y cube，然后 y 等于负减 x，所以它在这一边它就160分3派 x cube 加六四二十四，240和三，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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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我给你，三二十，所以它是80派，15减 x 抛三，然后我的这一边我就找 dvdx 等于这个乘上来160派 x square 加80派。然后乘三，然后四乘二减一，然后我的这一个 dvdx 等于零的时候，我就有160派 x square 加324，不是加减324派15减 x square 等于零，然后我在这一边00页，然后286、384，所以我的，然后我的派派月，所以我这一边我就有2x² 减3，225减30x 加 x² 等于零，然后 2x² 减675，所以15² 就225，然后再乘3嘛，然后它就变成675，减减加。90x 减 3x² 等于零，OK，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它这一个就会变成减 x² 加 90x 减675等于零，然后我就有 x² 减 90x 加675等于零，然后675除5的话呢，它是135，mod 5 equation e。这一边这个 e 等于 negative 90等于675等于，然后我的 x 会是那个 total x 跟 y，我的 x 会是有那个它不是整数了，哦，来喂，8.26。8.26，哇！在考试的时候做到这一点，我一定是心慌了。我在那边心里想，我到底有没有做错了那种。减 b，
然后加减 square root b square 减四 e 六七五 per 二 e，然后它拿到的会是8.2。OK，所以他拿到的是8.257，八点二五八。那题目有讲多少个小数位之类的这样的东西吗？Forcing 不跟 figure 啊，还是没有？OK，所以这样的话，我就拿 forcing 跟 figure 了。然后我的negative 另外一个是81点多，和那个什么8点多，OK，所以我的这一个是81.74，然后我的 y 呢会是等于15减吗？15减8.258。y 等于15减81.74，所以我在这一边就15减8.258，然后我拿到的是6.742，OK，6.742，然后15减那个81.74，81.74，然后我拿到的会是等于 negative 66.74。OK，这一边我就 rejected，好，就是这样啊，OK，所以是8.258跟6.742，8.26，6.74，对了，好了，我们看第14题，它叫我们 sketch y 等于 ax 再加 bx。然后 on the given axis 这一边是 y，x 块，所以它大 y 是 y，大 x 是 x 块，然后加 b，它的 a，所以这一个是我的大 y，然后这一个是我的大 x，我的 a 是小过零，所以是 negative value 向下，然后 b 大过零，positive value 在上面，所以它的答案呢应该是这样嘛，OK，然后在这一边它碰到的这一个地方是 b。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个 schema 给的答案就是这样嘛，OK，所以 A 是它的 Cacheronan，B 是它的 Bindasan Y，OK，好，就是这样。来，接着呢，我们再来看第B 的这题，y 等于 mx 块加 mx，然后它在这一边，based on the graph，a table of y for x against x is obtained as shown in the table。所以，我在这边，我的 y 等于 x 块加 mx，我全部一起除 x 除 x 除 x 的时候，xx 越 xx 越，所以它就会变成 y over x 等于 x 加 m。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就是它要我们找出它的 m 还有那个这一些。所以在这一边，它这一个是什么东西啊？它在这一边，它有这一个是减四零，so 就是说我的 x 等于减四的时候，y 等于零，所以零等于减四 square 加 m 乘减四，所以我的减四 m 16减四 m 等于零，4m 等于16，m 等于四。然后在这一边，这一个是 y 等于 x 等于减五的时候。然后它的 x 是 p 加 m 是4，OK，我的 m 等于4，我刚刚在这边我已经拿到 m 等于4，我放进这一边，OK，所以我在这一边我的 p 就会变成减9，然后我的 y 等于 x k 的时候，然后减2加4，然后它就2，所以我们在这一边 m 等于 4，p 等于k 等于2，哎 k 等于。k 等于二，p 等于减九，在这一边我们看它的答案，它就 m 等于四，然后 p 等于减九，k 等于二，p 等于减九，k 等于二，好，对了，来，最后第15题，它菲菲是一个 chemist，
OK，化学家他有三种 solution，第一种 solution 是18%的 acid，第二种40%的 acid，第三种是60%的 acid，然后他要准备一种 solution 是这三种结合的，OK，500 liter，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它 first 的 x liter，second 的它 y liter，然后 third 的它是 z liter。所以我的 x 加 y 加 z 会是等于500，这个是我第一个 equation。然后在这一边呢，他说的什么？他要变成他的 concentrate 是45%，他怎样变成45%呢？OK，就是说他在这一边，他的这一个 x 乘以18%，OK，就是什么？18%其实是10%，也等于0.1。这个是0.4，这个是0.6，所以我的0.1乘 x，然后再加0.4乘 y，再加0.6乘 z，会等于，好，等于这一个是0.45乘500，0.45乘500，OK，因为它的 x liter 乘以18%就可以拿到它的 acid 的分量。然后 y liter 乘以40%拿到 y 的这个部分的 acid 的分量，然后这一个 z 乘以0.6是 z 的分量，45%是全部就500的45%，这样。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全部一起向前移，全部乘十了，OK，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 x 加 4y 加 6z。等于4.5乘500，4.5乘500，然后我拿到的是2250，2250，OK，这个是 equation one，这个是 equation two，然后接着他在这一边他说什么的 available amount of 10% acid 是 twice 的 40% acid，所以就是说它的那个10% 是这一个 x 的，OK。然后 twice 的 y 的40% acid，so x 的是2倍 of y，所以我在这一边 x 等于 2y，OK，这一个是我的 equation three，so 我要 solve 这个 simultaneous equation 咯，so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的这个 equation 我拿下来，然后我在下面这一边这样，OK，我就 stop。Equation three into equation one，还有 sub equation three into equation two，然后我就有2y 加 y 加 z 等于500，然后 3y 加 z 等于500，然后 2y 加 4y 加 6z 等于2250，6y 加 6z 等于2250，2250可以除六吗？可以，除六的话它会变成375。所以我在这一边 y 加 z 等于375，这个是我 equation four equation five，然后我拿我的那个 equation four 减 equation five，它就 2y 等于125，所以我的 y 呢就会变成62.5，然后62.5加 z 等于375，所以我的 z 等于这一个375减62.5。然后我拿到的是312.5，对，然后我的那个 x 就是 2y，所以我的 x 等于2乘62.5，然后就125，所以我在这一边我的 x 加 y 加 z 62.5加125加312.5，然后我拿到的会是500，对的，OK，所以在这一边它是12.5 for 10% 的，然后62.5 liter for 40% 的，然后还有312.5 liter for 60% 的，所以在这一边我的答案是125六十二点五三一二点五一二五一二五不是12.5是一二五。62.5，3,12.5，这样，OK，好，这样就正确的。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加上来，就是说我的这一个125加6.5加312.5是500 liter，然后过后这一个62.5跟12.125是两倍，这个没问题。然后第二个 equation 这一边的时候呢，你就心里想啊，我这一个 concentrate 是45%，这500的45%是 acid，所以500乘以0.45是225，所以它在这500 liter 里面的225 liter 是属于 acid 来的，所以它第一种的那个62.5的是，第一种是多少啊？第一种是125。所以125的它是那个125的是18%乘以0.1，它的18%是12.5是 acid 来的。然后第二种62.5的那个是40%乘0.4，然后再加这个312.5乘以0.6，然后它会变成225。就是说，我的125的18%是 acid，62.5的40%是 acid，然后312.5的60%是 acid，所以 acid 合起来有225 liter，也就等于我的这个500的0.45是225 liter 是 acid，这样。所以我刚刚的这一边这一个 0.1x 加 0.4y 加 0.6z 等于0.45乘500，就是这样来的。在这边我要补充一下，我刚刚的第七题这一点呢，我自己做错了。OK，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的这一个我跟它乘进去的时候，这一个应该是减，但是我第一次做的是减50 per bar 的时候呢，那一个是正确的。OK，然后你可以看到哦，就是说我的这个 equation，如果我在这一边我用 Desmos 来找那一个equation 的时候，它这一个是减二，然后减二括弧 x 加140，然后再括弧square，然后square，然后再减49，8，它 graph 是黑色的这一个。然后它的 schema 给的是这个 equation 减 2x 加 x 加6，然后减 2x 然后减 2x 加6，你看它的这个减 x 减 x 加6，减 2x 减 x 加6，它的这两个 graph 是不一样的东西来的，OK。如果我刚刚的这一个，它是属于那个，刚刚我在这一边我找到的是什么？我刚刚找到的是属于那个减50 per bar，减50 per bar 的情况之下呢，像我的这一个跟这一个就一样了，你看我的 graph 就会只有一个而已，你可以看到在这一边的时候，这一个跟这一个是一样的。然后这一个呢，这边我砍掉它，来，我这两个是一样的，然后这一个是不一样，OK，所以它在这边的时候呢，你要把它变一样的话呢，它唯一的方法是这一个把它变成，这个把它变成 GR，OK，所以这一边把它变成 GR，GR，GR，然后它这一边就减一个八。然后它这一个就会变成，GR6，这样，OK，然后它才可以拿到，所以我的这一个会变成 GR49.8，所以你可以看我的这一个 Desmos 这一边，这个减49.8，我把它变成 GR，所以它就会跟这一个一样嘛，OK，就跟这个不一样嘛，OK，所以就是这样，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这一题的 equation 它必须要改，不是改一次，改好多次。OK，就改好多次，真的是要改好多次。就比起我们刚刚的那一个的那个一开始的这一个，它就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在这一边这一个，它是这样，它应该是这样，然后它是。
这一个。OK，所以这题它的那个 graph 错了，它的 equation 错了。OK，所以就是这样了。